大镬，七点八，死啦，金宝迟到啦。看看威风的他，身体好似摩打，拥着你，当初温馨再拥。变咗九点半先上堂喎、啊，咩九点半啊？呢度咩啊？文心包搭十一要翻到学校噶嘛？阿 Sir 寻日仲叫我将啲通告交翻俾佢嘅，2012年噶、啊。你玩嘢啊，细路？郭 Sir 佢前几年去咗探世界咯、啊，而家2032年11月啦、啊，你即时光倒流啊？2032年？哇，这层楼咁鬼攰嘅？咦？点解呢个高踭鞋声嘅？I want it to be finished in 1 second. Okay, good. Please be seated. You should use a roll call. Have a selfie. Sit down again.If you want to practice Kung Fu, you can follow Kelvin. And teachers, Kelvin. Hello, 同學早晨。今日大家記得早啲翻嚟課室，因為我哋有個突擊測驗。哇！突擊測驗啊！喂，游雞，中文点睇啊？哇，今次份卷喊出嚟啊，难道？如果我有40分数，我会同陈佩瑜老师讲50次，杀血。好啦，各位同学，寻日嗰份测验卷咧，而家就派俾你哋啦。游雞。陈老师，我爱你，我爱你 ，I love you， 阿姨是铁友，傻了嘿，不熬到来，看观看。嗱，边个 video quiz 唔合格嘅，记得一阵间去睇片咯。Thank you， 多谢大家嚟到今日呢个 iPhone 5嘅发布会。我是香港苹果用户协会的前主席和车路士新闻网的总编辑 Colin Lai。 多谢各位。你们问我 iPhone 5有什么好处、啊、哇，要数的话长过你们份 IES、啊、就好像这幅图一样啦。这幅图里面如果你用 iPhone 4看的话，这位同学的样子只是看到一截，但是如果你用加长了的 iPhone 5看的话，就连佢招牌嘅双下巴都可以睇得好清楚啦，仲可以召集所有双下巴人士一齐影一张 panorama， 你话系咪非常之 incredible 咧？再举多个例子添啊！如果你要睇英超榜嘅话，如果你用 iPhone 4嚟睇，你就只系睇到头嗰几个；但系如果你系用 iPhone 5嘅，唔单止系最头嗰啲车路士啊、曼联啊、曼城嗰啲睇到，连跌都落去第13嘅利物浦都可以一版睇晒，你话系咪非常之好享受呢？有咁多嘅好处，大家系咪好大程度上想买部 iPhone 5呢？Thank you.
我要打六哥。帮我们准备好一切，连通告都入埋file了。在客户检查前有提醒我们，通知小巴前面都会报表给我们看。虽然只能对我觉得你是我们班的慈父，估不到一个世界上面最有人慈祥得过我，而黑板都帮你拆了，但我们不会因为这样而变成港台的，我们一定会努力成为有用的。哥Sir，真的很多谢你啊！有你做我们的班主任，我们真的很好彩，无论我们入不入到大学，你的心血都是不会白费的。最后希望你一直都咁强壮，就算得翻十度，你都可以着住短袖教书。二十年后，希望再见到你健康嘅样子，然后俾你哋睇我生活得有几好。Ruby Hooks， 玉音，玉音又上堂摸坐 invisible chair 点算？又上堂摸死啲糖点算？又上堂摸做功课摸俾留堂点算？以后冇得再睇你着衬衫点算？摸到我死，以后冇得再听我哋 Honey 神嘅音乐点算？以后冇得同你讲 I love you， 以后你挂住我嘅话点算啊？玉音俊文好似你咁，今日测验听日就派卷噶啦。同埋帮我哋班美出报课，喺最低分类门前面改作文。一直好努力咁工作，培养出我哋嘅 Big Four。但系你以后都唔好抄少咗嘢啦，如果差咗点算啊？希望你身体健康，二十年后再见。Y One Two， 陈老师。一开始嘅时候，陈老师嘅讲嘢真系好细声噶，要我哋大家较大个喇叭先听到。一开始，因为我哋觉得好闷，所以三十九个人入面问咗廿个。一开始嘅时候。可能因為我們是理科生的關係，你會覺得我們的中文成績不是那麼理想。大到現在我已經習慣你的聲音用麥克風你很清楚，但是現在三十個位置裡面只有華叔叔服務了，就算我們最後中文到不到五星星都沒有，我們比我科科的時候再找到20分已經有很大很大的進步。好多謝你會給很多差異問你做的，幫我們說好多謝你在突擊測驗之前會跟我們說話有突擊測驗，讓我們有充足的時間做準備。好多謝你沒來走過這三年的時間，我們2032年再見了。 Elam Close SD 康科那時候你是我們的副班主任，雖然我們半班都裝到 Cam， 連大口強都走了，但我們有半班都是社會服務團，很多時間見的。你是一個很費心機教你的老師，你還很尊重我們的分家，而且你還會去經常給一些 Cam 給我們去記 Cam 的東西。雖然有機和 Cam 一起創造 Cam 的新世界，但希望你和我們這三年都是開心的。我們二十年後再見。雖然 Cool 大 Sir， 雖然你上堂經常抽我水，但我都很大程度上認同你這幾個月教你的 skills 是很大程度上可以幫到我們拿通識五星星的。大 Sir 真的很多謝你。兩 Sir， 我們以後都會記得你那五十次的罰抄，以及每次因為 Physics 的偉大而深呼吸的每一個 moment。 最後很多謝教你擺我的 Miss Wong， 因為呢次問書的時候我都知道你對我們是手下留情的。 Thank you， 多謝你今次跟我我都謝你一直用心地的錄錢，同埋每次測驗都很快咁派翻俾我哋，所以我哋為咗唔辜負你嘅努力，所以我哋會加油噶。多謝。Miss Zhang，我多謝咁多年嘅教導，願以康與我們同撞直到永遠。Miss Zhang，雖然我哋 BFS 都要補課補課又補課，但我哋終於教完書啦，多謝。永常，你係影響我最深嘅老師，我會繼續讀好 B 嚟報答你。好啦，首先喺度預祝6D 嘅同學能夠考試順利啦，亦都祝佢哋將來有個愉快而無悔嘅生活啦。咁啊，記住第時擺酒要請我入到。
去的悠悠的岁月，也许会有一天世界真的有终点，也要和你举起回忆酿的甜。